打这个八级鼓啊，都已经值回票价。前面的开场融在音乐里，听不出你们打的多仔细。OK， 好，来请来一下开场那一段。开场 ，1 2 3 4。对，胖奇乐团，对，以前有来过吗？第一集就第一集来过，跟谁合作？我们上次跟健富，上次是用水晶打击乐，对，那个合作第一集就解散了嘛，对，还继续存活的，那怎么那么久没来？这段期间我们在国外，我们到丹麦进修。那你今天有来有准备秀一段，请。去丹麦音乐学院呢，开始学了。是，谢谢我们的 Punch 啊，真是很精彩。刚刚老师都看呆了，是吗？对呀。我们请 Only 老师，请罗平，真的太厉害了。每一个礼拜都有让人家这个非常期待又惊艳的演出。那这一首歌呢，《再出发》，其实它就是很阳刚、很充满希望的一首歌曲。我觉得一开始这一首歌，风多风风大雨大太阳大，因为刚开始你比较有力气，对不对？唱到后面有一点点，对，唱到后面有点累的感觉。哎呀、啊，我感觉你已经就喘了呀，所以讲后边还开不久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歌其实后边那个精神，那个力道有一点点稍弱哈、哦，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唱第二遍的那个主歌啊，我要让你日子过较快活，小小命命。你甲唱这笑哈哈，嘿嘿嘿，还有那个你是勇敢的小飞侠，吼，啊你的台语的勇敢，哎，勇敢的小飞侠，好像是骂人的，对对，勇嘿。除了这一些以外，其实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。谢谢老师，你其实很棒了，非常棒，谢谢真的，林隆璇老师。我觉得这段好像那个结合了那个流行跟艺术的一种表演，好像在这个国家音乐厅在看罗平的演出。然后这首歌呢，《再出发》，我觉得《再出发》的意思就是一种归零。我觉得罗平每次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都愿意再重新出发，然后每次都尝试不一样的表演，那每一段表演都非常有可看性。我觉得艺人组呢，其实讲求的其实就是可看性，打击的东西本身就是音乐的一种表演心态，再结合你的唱歌，我觉得这是更加分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今天表演很棒，给很高的分数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是因为机上一张黄牌，这个一个表演一个比一个，你们是想把杨倩人逼死吗？对，我是不觉得想要把黄牌先取消掉。哦，对，关哥，我现在需要一颗橘子。那这边是橘色的，橘色的那个。抱橘拳吗？恰恰。但是我看他也安排得很有自信啊。现在王健富是92嘛，对不对？是。安心颖是91啊。罗平有记上一张黄牌，如果超越到92，他有机会取消黄牌，不然。是。黄牌挂一堆啊！罗平这首歌呢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每次的表演总是带给我们很多惊喜，让大家惊艳的罗平这首歌可以得到的分数，70、80、90、90、91、92。哇，小数点有没有？有。1、2。哇，恭喜得到92.2的高分。有机会。有机会，今天黄牌要拿掉了，有机会了。三组都唱得很蛮不错，91、92、92.2，哇，这张黄牌会不会到王灿身上呢？对，他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，应该就是他现在的心境。是吗？他要唱什么歌？我要的不多，92分就好。
哎呀，欣赏四号参赛者。